I don't want to fall in love。 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聊聊 Benz EQE。 在2021年慕尼黑车展开幕前夕呢， Benz 一次发表了四款电动车产品，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全新登场的量产纯电车型 EQE。 EQE 简单来说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纯电版的 E-Class 的 Sedan，外形呢宛如小一号的 EQS， 对手也是直指啊 Tesla Model S 和 Audi 的 A6 e-tron。 EQE 的外观呢采用类比传统内燃机引擎的 E-Class， 更像轿跑车的设计。不过啊，单就造型上 EQE Sedan 跟 EQS Sedan 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一时之间呢几乎难以分辨，但 EQE 的总长度为 4934mm， 明显短于 EQS 的 5265mm。 EQE 的轴距也来到了 3120mm， 加上轿跑的设计，视觉感受会较接近啊 CLS。 在车头部分啊，大面积的封闭式水箱护罩啊，由啊 Benz 啊明显的厂徽跟布满星形图案的黑色底板所组成。这片满天星的车头罩啊，后面则隐藏了很多的传感器和镜头。两侧连接的则是啊，造型平滑的 LED。至于车尾方面啊，也采用 EQ 车系的大面积贯穿式的 LED 尾灯，搭配轿跑风格呢，直接延伸至车尾的细柱造型呢，让 EQE 车尾啊更具魅力。老实说，从外观上啊，已经很难去分辨了、EQE 跟 EQS 的差别。进入了车市啊，更是陷入了难以分辨车型的错乱境界。EQE 啊，同样拥有啊 MBUX 的 Hyper Screen 的配置，由 12.3 寸的虚拟仪表板和 17.7 寸的 OLED 中控面板，加上 12.3 寸的 OLED 副驾驶座的萤幕，共三组萤幕所组成的无缝超级萤幕啊，让消费者不用买到顶级的 EQS 啊，就能享有大萤幕的科技感。在动力部分啊，原厂也表示啊，首批会有两种动力的配置，搭载啊 90.6 千瓦的电量锂电池组，并搭配啊215啊千瓦的电力电动马达，能够有最大的288匹的马力与啊50公斤的、扭力输出。标准车型呢采后轮驱动形式，可选配啊 4MATIC 四轮传动系统。若是 4MATIC 的车型呢，则会在前轴呢增添一具啊电动马达来提供马力。电池续航力的部分呢，在 WLTP 的循环测试中呢，EQE 的续航旅程啊可达到660公里，并且在使用快速直流充电器的情况之下，在31分钟内啊能将电池从 10% 充到 80%。 目前国外的 EQE 提供了 EQE 的350以及啊 EQE 的43两种动力选择，前者采用啊单马达设定，输出为啊288匹马力，最大的续航力来到660公里，后者则搭配啊双马达，输出啊476匹的马力，最大的续航力啊来到了533公里。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啊，我们在台湾啊也能够看到 EQE 的身影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